有陆林会不会投降？就算只剩一兵一将，我也要誓守凤鸣山。我佛保佑，我曹英今年侍秦赵子龙。 在这版图上杀他一个大圈，到时候就会天下太平。药圣说：“必先挫其锐气，最好方法不如擒下手中长胜将。” 弃此寨者，鲁肚出击者胜；守此寨者，必死。